全国业那田径业余一级证书啊，是，这个不是哪个都拿得到的，这个是中国田径协会啊，北京发出来的，不是上海没这个权发。是的，你从哪一年开始跑马拉松的？那我第一个呢，就是1984年上海迎春长跑，第一个10公里，第一次参加跑，跑了39分26秒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。八四年很早了。八四年，这次这个呢，以前每年上海1月1号有一个迎春体委举办的，蛮厉害的。然后嘛就开始跑这个马拉松，先嘛跑半程，后嘛跑全程。你看我们半程成绩1小时29分，是吧？很不错的成绩。我第一届是98年跑这个上海市马拉松，那04年呢，最好成绩3小时19分，跑进80名的，就这一场。这个是我50几岁了，这是极少极少。是的。所以像我这个跑以后，马上到北京申请一个业余一级运动员证书，中国田径协会。是的。当时的合影留念。我现在是隔一天跑一个8公里在北外滩，带了老婆一起每天走走在北外滩，是锻炼锻炼身体，锻炼锻炼身体。陈叔，这个牛肉准备怎么做啊？我今天呢就烧一个红烧牛肉。红烧牛肉啊，因为这个呢要1个小时，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来讲12点钟吃饭。中午吃饭你们都是准时的？一般基本上总是向12点靠拢，有时候稍微晚一点，因为我回来要晚嘛。是早晨8点多钟出去，9点多钟10点钟回来，回来再买菜，买好菜就开始。基本上都自己烧饭吃。自己烧。是的。你这个锅子煤气灶挺干净的。尽管要办，像我们，你记住，一个好的厨师，他肯定是烧好要，我每天擦擦这个要擦5分钟最起码，每天要擦。你看这里说，像我们这样子的排风扇，一般来讲你这么干净的很少，我每天都要擦的弄的。是的，这是我他兄弟的，我们地方也好大，这个水缸很少看到了，很少看到，对吧？所以尤其是老古董啊，我们呢因为搞印刷行业这么多年了，上面一点油渍都没有。这么多年了呢，对，我是在这里，我要管几，在搞的时候管几十所学校，学校里面第一就是食品安全。是的。所以你要管人家的人，自己必须要做好，因为一直做好了，养成这个习惯了，所以也对你自己的生活也带来好处。讲到底，搞这么久。上面这根管子也很干净啊，那个肯定要擦干净的吧。是，上两天我们这里水不行，买了个净水器。这管道老化了。所以吃的东西呢还是要讲究一点。是的，我们不讲好，至少要安全一点，对吧？是。陈叔，可以聊聊你到那个摩洛哥那一年的一些经历，跟我们聊一聊。这个时候嘛是春秋旅行社派我去公派到摩洛哥去，搞了一年多。讲到底，最大的经历就是不懂语言，要想办事挺难的。是啊，在那里一年，你要搞嘛，有时候要适应当地的情况，什么东西，好了，你没有语言方面就不行，对吧？所以要现在看来，你什么毕竟是要有钱不算数，还要懂地方的，还要懂地方的这个情况，是吧？您在摩洛哥那边的话是做上海菜，做我是做的呢中国小上海小吃，不是一个饭店吗？规模小，小吃嘛，搞点什么，炒饭什么一类的。有多少个同事你们？我们去的是2个，我请了当地一个是之前在我们前面到摩洛哥去的，帮我一起搞。他呢因为比我们早去一年呢，多多少少会讲两句
摩洛哥是讲法语啊，那么好帮我做做翻译。这个无论什么肉烧开以后，这个这上面水墨都要去掉。这是脏的，脏的东西。您这口锅也用了很多年了吧？这个锅好，铁锅。铁锅现在呢，总的来讲，像我们用惯了呢，还是用这种锅好。这个出来以后呢，挂用凉水去，要温水冲一下。我以前呢，一般来讲呢，都是烧酱油的。今天呢，我过两天23号要出去旅游3天。旅游去哪边呢？我23到25号到安吉。所以像我们呢，现在呢老了，也很有这里大家组合起来嘛，一起玩玩，一起玩，联谊联谊啊。我们一个月总是至少要出去一两次，要出去，挺好，江浙沪也近的啊。切点姜片，这个牛肉正式开烧了，开烧了啊。烧这个呢，一定要锅要烧热，是，这就是比较专业的啊。烧热以后，热锅冷油转一圈，是吧？陈叔的这个知识还是不减当年啊，毕竟搞了这么多，是，做厨师也做了，厨师也做了不少年了，有20年了。哎呀，我。90年就开始做到现在了，我上两年还把公司还把我聘请到上海华师大，华师大玉湖中心红光路嘛，做了一两年，把它弄好了。这样子呢，刚才划了锅以后呢，这个就不上锅了。烧荤腥的话是黄酒必放的，哎，去腥啊，香味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然后老抽上盐丝，生抽嘛，一般是老抽的一半，提鲜。老抽和生抽都要放的啊，老抽上色，生抽提鲜。然后放糖。放点胡椒粉去去腥，
开水啊，啊，挂冷水，要温水就可以了。要盖过它，然后大火烧开，小火，放一颗八角，八角、桂皮去去腥。你平时准备的这个调料还是蛮充分的。像我们相对来讲呢，比普通的家庭要稍微多一点，放进去，那就小火，稍微一小时就没事了。菌菇汤啊，现在这个菌菇一定要每天要吃，我不吃菌菇就是要吃豆制品。你现在的人这个菇类对你有好处啊，一定要每天买一个这个菌菇、番茄。菌菇和番茄一起烧，烧一个汤。是的，营养要均衡啊，每天不好单调啊，一天吃几个菜总是要有的。平常的话，你们是几菜几汤？我们平常呢是简单讲，一个荤菜，两个素菜，三菜一汤。三菜一汤。啊、汤里面嘛，总是嘛一般是菌菇汤、杏鲍菇、杏鲍菇烧牛肉。已经很香了。杏鲍菇进去，再炖一会儿，这个牛肉炖的越来越香了。但是我们用惯了这个锅，这个锅翻起来比这个平锅要好翻。学厨师都是用这种锅开始。淀粉勾芡。陈叔的杏鲍菇牛肉要出锅了。嗯，这洗的洗要晒的。嗯，我看你这晒了，该最重要的刮个梦。哎，牛肉比较难烧，烧了50分钟，那差不多。